的开放国会。等一下，那里有人举手啊，请说。网络？网络吗？有没有人愿意帮忙支援网络？好，然后。坑主背章跟歌牌，另外坑主背章事后是要还回来的，他们很精美，请要还给周松团。哪一个？你要写。好，大家好，我是 Ronnie Wong。 那么我今天的提案是开放国会的线上参与。那首先先讲一下故事，说到底什么是开放国会。那开放国会是来自于有一个叫 OGP 的一个组织。那 OGP 组织它的全名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它是一个国际组织。那它就是会鼓励会员国必须会员国的国家政府必须要提出一个承诺方案，我为了要开放政府做什么事情，然后提出承诺方案之后，并且必须要定期每年要提出报告，我为了这个方案我的进度做到哪里去。那所以就是希望，然后并且这个会员国之间他们可以互相做经验交流，就是我们国家做了些什么，那么我们做遇到什么困难，那么可以跟其他国家交流经验，让大家一起来把各国的开放政府做得更好。那么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就是唐凤政委到加拿大的时候参加就是开放政府的年会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以政委的身份宣示说，我们将会在那个就是2020年底以前要完成就是台湾政府的那个开放政府行动方案。那么同时因为其实政委代表的是行政院，那立法院也希望有一个立法院版本的，因为其实立法跟行政在那个民主中其实是两个分立的就两个分立的单位嘛。那立法院自己也想要成立一个就是开放国会的自己的行动方案，就不是由政委从行政院那边帮忙收集，而是立法院自己本身就来收集说我们要做开放国会，我们要承诺哪些事项。那这个承诺到底要怎么产生呢？那当然不是说哦，我自己随便乱定，就是立法院自己乱定，行政院自己乱定就产生承诺。那这样其实行政院只要拿他过去就今年一定要做的事情说成承诺，那他其实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他就轻轻松松就达成 KPI， 这不太合理嘛。所以其实在 OGP 是对于那个就是这个承诺的产生也是有一些要求的。例如他的要求是说你必须要组成一个 NSF， 一个多方的委员会，然后这个 NSF 里面必须要有政府的人，也要有民间的人，然后并且由政府人跟民间的人一起共同产生出 NAP， 就是国家行动方案，然后并且产生出这国家行动方案之后，然后也需要就是每三个月这 NSF 这些人还要就是去定期检视到底就是政府有没有照这个方案在走。那最近就是目前的开放国会的这个 NSF 也已经在组成中，那目前有在对外征集就是六名民间委员，因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就是有在国会监督啊或者是开放政府相关的组织已经担任民间委员了，那目前还有六个民间委员的缺额，那所以目前是开放，就是大家可以自由报名，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报名。好，那进入重点，这个专案需要什么样的人？那如果要就是主要想找对立法院开放有想法或没有想法，但是你认为这件事很棒，然后想要帮忙的人。那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是你可以加入开放国会的 Slack Workspace， 那这个连结放在同影片上，那等一下我也会把它丢在那个 Dream Mystic 的 OGP Channel 上面，就欢迎大家可以自由加入。那再来或大家可以把那个就是开放国会的那个报名网址、报名资讯丢给任何一个你觉得对国会有兴趣的个人或是团体，让他们一起来成为就是开放国会的民间委员。那更深入就是欢迎大家自己也可以报名来成为民间委员，然后一起来开会讨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想做的事情，就是来共笔。就首先第一个 NSF 这个多方关系人的这个委员会，要怎么样能够更容易的去收集到民间意见？然后以及第二个，你对开放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跟你帮忙整理，就是国外有什么样的案例？那就今天共笔，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把这些东西写完。好，谢谢大家。谢谢 Ronnie。 嗯，我没有了。你那边稳定了吗？你那边 OK 的话，我想要把画面用到你自己上。现在还是用这个。你 OK 了吗？好了。你们刚刚一直在敲，所以就一直转。